故事员，借着我当上了正式的讲故事员，我要好好讲述这个传奇的故事。贞子率领我们逃离湍急洪流的故事，这是黑莓想出的办法。是的，但你保持了冷静的头脑，一路引领我们。听我说，他就是一只兔子酋长，贞子统领。贞子统领，兔子酋长，我的太阳神呐、啊！如果有一天我要称呼你兔子酋长，到时候我一定老老实实，不再打架了。因为多多是这样说的，因为多多这样说，多多说过很多话。如果想让你做棒子里跳出来逗乐王，你说是多多这样。贞子不是傻子，是主角，他明白，要是多多的话，不能全都照做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往前走，穿过篱笆。这不像天然的，这是一条公路，你从来没见过吧？你不懂的事情还很多，贞子统领。欢迎你的赐教，大毛头。这是人类铺设黑色东西，糊涂都可以在上面跑。他们通常无害，只是晚上不要靠近。别的东西需要我交接，跟我说，贞子。